杨大人，小楼似乎又赢了你一局呢。是啊，莫夫人果然棋高一招，每次在我洋洋得意以为要赢的时候，忽然都是局势一变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既然杨大人明知棋艺比不过我，又何必勉强自己呢？不如下次我们就别下棋了，小楼愿意陪大人聊聊天，弹弹琴，做一对知音可好？说句唐突的话，能得莫夫人这样才智与美貌兼得的女子做红颜知己，恐怕是全天下男人的梦想吧。大人可真会哄人。很可惜的是，我们却做不成知己。卿本佳人，奈何做贼呀？夫人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大人送给小楼的礼物，我就收下了。改天再下两盘棋吧。我还是觉得下棋比弹琴有意思多了。这世界很酷。